接着说，明天怎么着，怎么安排的？妈，你干嘛顶个袜子呀？干嘛把袜子搁这儿啊？这明儿早上穿着方便。臭袜子搁脑头了。嗯，袜子多的刚换。别走了，姥姥，您一走您要招风名。不行，说走就走。为什么呀？还两天就过节了。您非得回家过节，您在这儿过节不行啊。嗯，不行。不行，有人给您做饭，完以后在这儿还有人给您熬药。不用，我自己也能。那人又有一个砂锅，我没事就蹲上了那锅还行，点燃小火咕噜去。你姥姥在这儿没腰疼，在家老腰疼，就老干活干。对，您在这儿待着，在这儿她一次都没腰疼，不舒服还怎么地呀？您非要走。干嘛不舒服？我这俩孙子就让我舒服。那您就别走了呗。那您就别走了。不行。不行，去已决。你日子啊，老人不能挪弯，一挪弯就弯。一挪弯就弯。您都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。好几个人了。不行，最后。算活过来了，我赶紧回来。活过来，赶紧逃跑，赶紧再找我那鬼座儿来。我就认我那个房子了。哎呀，就挪老人不能挪弯，真的，这真有讲。这边使劲没事，右边鼓出来个大窝。没，就是弯的。嗯，这你们家待的真是我这腰一点都没疼，就跟那没事儿似的。就是干活干的，您这腰。我就是干活干。你老干活去了。你俩也放假了，没事儿了。咱们就轮着去呗。是吧？孩子也忙了，孩子有孩子的事儿。这年轻人你不能那什么。我都怎么着也好办。实在不行，我找一小时住，一礼拜给我来一趟就行，100块钱俩小时。做饭。嗯。做饭。做饭那规矩。连那个厨房厕所都给你扫了。都约好了，都订好了，电话我也有他电话。那阵儿不是疫情厉害吗？就没敢叫他。换。是不是？那行吧，那明儿给您送回去。送回去，然后再去社区开点药。开点药啊，对。然后你们再给姥姥那被罩换一个。等回头我下去，我给被罩洗了，你们俩也不用洗，就给他换。我那个被大被罩，我甩不动它，你到时候你们俩给我换一下。行。被罩和床单是不是成天给我换了两整斤？给姥姥做顿饭，知道吧？行。明天把饭做好。什么时候去啊？你们？周三或者周四。嗯。还得去一趟呢，明儿就送我姥姥去。嗯。行。那也行。周三那周四还去啊？嗯，咱们再一块儿去呗。周三周四一块儿。他俩闲不住，他俩，家待着也不闲着。累着呢，我这儿。您说说让我回这儿，跟我爸跟我回这儿，说给我们调养，滋不滋不？好家伙，一刻一分一秒就没停闲儿。哎呦，就累，我的气胸都要犯了。没看你妈她那儿有盲道吗？妈妈她天天哟，我阳了，我阳了，我阳了，我要阳了，我难受，就上大屋一躺三天，我说没事儿，还起来了干了一天活，哎呦不行，我又阳了，还老假阳了啊，她天天这阳，也不是阳没阳她，我生气。我好，你们俩人老气我，你们一天到晚的他就赢。嗯，我听你们说话我生气，啊，一出去就花好几百，一出去就花好几百，你俩人一天就五六百没了，你们四个人，啊，就是那么不知道爱惜钱，糟践，哼。今天呢，仨人一人吃碗破面条子，估计又100块钱没了，哼。那人得生活呀，总得吃饭呀，这个省着做着，现在。在外边吃顿饭算什么呀？别想那么多，挣的不就是花吗？他肯定还没挣呢，这么大手大脚的，都花的好，你都花惯了以后，你挣了钱你有多少钱也不禁花呀？最后也这样，知道吧？趴着，嗯嗯，能说趴着好，
你姥姥咳嗽好多了。嗯，快盖上吧。都没痰了。啊，没痰了，就差不多活过来了。活过来了。哎呀，从鬼门关闯了一圈又回来了。可别大意，回家也不能抱怨。妈，你快盖上，别给我姥姥那么捏了。我想让他把这换下来，我给他洗了去。啊，把这脱了吧。哎，出个镜啊，大宝。不出镜。你大宝多漂亮，不漂亮。那粉丝都想看你俩长得像不像呢？不像。你俩，你也得迈出这一步，不用怕。夸了我这俩大孙女。嗯，不用。那孙女长得真好。就你姥姥今天说多少，还跟你姥爷夸你们俩呢。好，没有别词儿。俩孙女晚上有点动静就跑进来，甭管多晚都进来看看我来，给月月累的。你咋知道？我听见了，我从门口过的时候听见你们俩聊天来的。跟你爸说的是吧？嗯，对，隔墙有耳，趴门缝听了，偷听你俩说啥呢。姥爷姥姥还老打电话啊。你俩去洗去吧，姥嫂睡吧。请点赞关注哦。